早上呆呆，早上心生，我想给耶稣祝福。我名叫 Lili, Nurindah, Sari, 我今年34岁，我结咗婚，我有一个仔，我仔4岁，我信耶稣，我敬教，我读书系中学毕业，我以前做嘢喺新加坡8月，同埋喺香港3年8月。喺老闆屋企，日日或者每日照顧小朋友同埋整潔屋企。我想喺香港做嘢，因為我想揾到地氈俾我仔讀書。我希望爹爹先生接我。唔該曬爹爹先生，最近喺香港，爹爹。